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5月9日深夜，陈坤儿子陈尊佑在某社交平台晒出了与奶奶的合照，并配文称 Happy Mother's Day Grandma， 奶奶母亲节快乐，最后还配上爱心表情表白奶奶。照片中，陈尊佑与奶奶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已经19岁的陈尊佑看起来成熟许多，时尚感十足。虽然没有老爸陈坤的高颜值，但却继承了爸爸的气质，外形也是阳光帅气。而陈坤母亲则一头卷发现身，尽显优雅气质，奶奶眼中充满慈爱，看着孙子露出灿笑，画面温馨幸福，惹人羡。陈坤因为工作忙，儿子陈尊佑基本上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，所以陈尊佑和奶奶的关系要更亲密。每年的母亲节，陈尊佑都会跟着奶奶一起庆祝，很是孝顺。作为不老男神陈坤的儿子，陈尊佑的颜值一直都非常受网友关注。然而自从他出现在大众视线中，他的颜值就一直备受质疑。陈尊佑长得不太像爸爸，不少网友都觉得他可能长得像妈妈，然而陈尊佑妈妈的身份却一直未公开，也让不少网友感到好奇，更是将陈尊佑妈妈的身份列为娱乐圈十大未解之谜之一。虽然陈尊佑长得并不像爸爸，但是并不影响陈坤对他的宠爱，他从来不隐瞒儿子的存在，经常晒出与陈尊佑的合照，对儿子也很上心。在陈尊佑18岁生日时，陈坤还特意邀请了周迅、舒淇等一众大咖好友来给儿子举办成人礼，可见对儿子的重视程度。陈坤与儿子陈尊佑之间的相处不太像父子，反而更像是兄弟一般。以往陈坤晒出的父子合影也都透着浓浓的兄弟感，神仙父子情让人羡慕。因为父亲的关系，陈尊佑也受到了很多关注，如今也已经成年，有了自己的想法，不知道陈坤是否有想法让儿子继承自己的演艺事业，也进娱乐圈发展呢？声明：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果有侵权请联系删除，谢谢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